啊，今天是2021年5月10号，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早上6:43。现在我们看个东西啊。说那个贵阳啊，天空出现红色精灵现象，红色发光体夜幕中不断闪现啊，那些说红色发光体啊。在贵阳啊，那个啊，我们看看到底什么东西啊？然后感觉有东西往下掉啊，有东西往下掉啊，有干东西往下掉啊，有东西在往下掉啊，有东西在往下掉啊，有东西在往下掉，有东西在往下掉啊，掉下来的东西是圆柱体的啊。圆柱体的啊，大概这么粗啊，圆柱体的啊，圆柱体的，圆柱体这一根一根在往下掉啊，一根根在往下掉啊，一根根在往下掉啊，那就这样的圆柱体的东西，一根根在往下掉啊，掉啊，一根根在往下掉啊，圆柱体的东西啊，那个圆柱体的东西一根根在往下掉啊，然后那个掉的时候不是挨在一块的，就是那个。那就这样像断开点的，往下哇，一点点往下掉啊，一点点往下掉啊，这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从哪里来的呢？原来是一个大废铁，一个很大量的废铁，很大量的废铁啊，到了这边以后，把你一释放以后，哇，就往下掉啊，掉了以后就稳稳当当的，那些东西最后稳稳当当的插在地上面啊，稳稳当当插在地上面。然后就感觉地比原来厚了呀，原来地比原来厚了呀，这个就是在改善地球的介质啊，这就是在改善地球的介质，这地球的介质啊，这个物质啊，来自于高维空间的啊，来自高维空间的啊，来自于高维空间的，按正常的情况，高维空间的我们是看不见的啊，掉下来以后就看不见了啊，掉下来东西看不见了，因为我们人的眼睛有关，同地球的介质有关的，介质有关的。但是戒指度到一定程度以后，我们的星球啊就也是变成高维空间的呀，变成高维空间的呀。然后啊，度变成高维空间以后，就过了稍微几天以后，人的戒指也跟着一起变了，人的戒指也跟着地球一起变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也看得见高维空间的，也看得见高维空间的，原来这么一回事。也就是说，暂时我们还看不见这个，这个就掉到地上以后看不见，但是。在掉的过程上，那个沸点把一释放的时候，一释放的时候，沸点上照过来的光啊，正好照在这上面啊，照过来的光啊，我们人就看到了。这里还有怪现象，有怪现象什么呢？沸点你直接发射光，我们又是看不见啊。这个东西本身呢，我们也是看不见，但是沸点照下来的光啊，这时候回来我们就看到了啊，这时候回来就看到了，原来。还是在改善那个地球介质啊，他们释放东西啊，这个就从昨天我临拍的，是一致的啊，昨天门口的一致的啊啊一致的，好再见啊，这个是在在贵阳的啊，我们再看一遍啊，现在我们再看一遍啊，再看一遍啊，到底什么样的？哦，原来在往下掉啊，这个往下掉，掉的这个本身呢，我们看不见。但是那个沸点上发射的光线也看不见，但是沸点发射的光线照到这上面折射下来的东西看得见，所以高维空间的东西啊，也不是所有的东西看不见，也不是所有的东西看得见，也就正好掉在我们那个眼睛的屏幕范围之内，就看到了，现在啊，根据我们临拍的看的话，那真的那个照出来的光线就是柱子状的啊。柱子上的，应该是照到这个柱子上了，刚才是说柱子上了，然后那个周围的那个线就是这上反射出来的，包括下面、啊、都是那些光啊，都是那个柱子上折射出来的啊，柱子本身的看不见，但通过这个光啊，我们也几乎也看到了那个这个柱子啊，几乎也看到这个柱子啊，这个倒过来证明了，昨天我临拍的那个，昨天还不是前天呢啊。反正呢，有一致了啊。原来我没有图片，只是说，那天我临拍的时候感觉我牙龈肿了啊，牙龈肿了，应该是前天，牙龈肿了，头痛，
然后呢又发生了一个星期呢后背上皮肤坏了，然后临牌的时候就是临牌三个事件都是讲到有那个柱子啊，很粗的柱子啊，柱状的东西从高位空间往地上掉啊、哦、往地上掉来改善地球介质的啊、哦、现在隔了两天了，相当于前天我拍出这个啊，今天人家提供的这个图案一看对应上了啊，对应上了，所以说掉下来的红色晶点实际上就是改善地球物质的柱状的东西，由非地上释放下来，非地上释放下来垂直往下掉的时候，然后非地上发射的光线照着这上面折射出来，就看到了非地本身看不见，我们看不见非地，我们也本身也看不见这个柱子，但通过它这个光线一照，哎呀很神奇的，我们就看到了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